送我回家之前跟他讲，就跟他表白哦。然后还有哦，你不是有做那个 slide 哦，我还有，然后还有放那个 Kenny G 的歌 Forever in Love， 然后就叫我戴那耳机，然后看那个 slide， 他就是把他的那个告白的东西写在里面，然后就这样子。然后 after that 就没有了。嗯，那时过去我就没有做赛啊。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男的，长得蛮不错的。现在上横发展了。OK。对啊，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？然后他的回答是，OK， 漂亮，好像直接就直接答应了，OK，OK，、okay. 因为音箱还不错，不然下不了车、啊。减少吵架。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日子能够互相包容、互相体谅，然后多沟通。沟通很重要。是，然后就这样了。
越讲越尴尬。尴尬 ，OK。好，你看到一点点就这样。我们很不 expressive 的。对。